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已经圆满结束，当中最令人惊喜的一幕一定是特警新人类的冯德伦、吴彦祖、谢霆锋和李灿森20年之后再重组，还说计划再次合作特警新人类3天啊。不过回到后台，吴彦祖和杨千嬅的这张合照，欧海文和方丽娟就勾起了不少人的回忆了。他们两个都各自在社交平台上面铺合照， Daniel 就留言说好挂住千嬅，希望很快可以回来香港。千嬅亦都说好想有机会再和 Daniel 合作，说不定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对好拍档的新戏了。